这是一场聚焦当代年轻人社交现实的社交实验真人秀。根据中国社科院就当下年轻人社交情况展开分析的调研数据显示，超四成受访者认为自己存在不同程度的社恐。接触新朋友我觉得很难，完全没有兴趣。你叫蓝吧。超五成受访者认为自己缺乏社交技巧，身边接触的男性朋友比较少，不是经常到外面去社交吗？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被社恐压身的年轻人渴望脱单，却又对亲密关系充满担忧，导致越发疏离的青年情感社交现实。并不太喜欢两个人扭扭捏捏的，我顺其自然吧。其实要看我自己的感觉吧。没有人喜欢我。我觉得有些东西它就是命中注定的。我们为五个现实生活中完全不沾边，却同样有社交困惑的年轻人，制定了两个专属的社交计划。这本恋爱手册里记录着一对年轻人相遇相识却不能相守的故事。就教我谈恋爱，逐渐靠近彼此，了解彼此。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这几个从未见过的年轻人就要在恋爱手册的剧情指引下共度这个夏天。他们只能使用节目组提供的手机，也只能在节目里见面。不管在手册里看到的是什么内容，他们都必须遵守。我可以撕掉吗？这个怎么可能？没什么心情，很无语。注定会邂逅、相爱并分开的他们，还会真的坠入爱河吗？是啊，对不起。不会有一个人一直在原地等你。走吧。命运相连的故事就此拉开序幕。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正片，尊享超前彩蛋、会员加更版等更多精彩内容。对不起，我想要选择先走，因为目送对方走的那个人可能会比较伤心。遇见本就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它是初见时的猝不及防啊，是对之孤独而饮下的糖，好甜哦，是拙劣是恐惑。等我等我等我，我觉得他不会来。是奔涌。子龙，我们还会见面吗？不会有一个人一直在原地等你。是想吗？是明知人海有约，你我却频频相遇。无关山川湖海，无论日转星移，我飞。遇见你是时光最温柔的相待。我喜欢你。我也喜欢你。哇哇！其实这个节目还是挺有意思的，跟以往的恋综不太一样。我来好好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里是芒果 TV 首档剧综交互式社交实验真人秀《我在你的未来吗》。大家好，我是孟晨。同样也要欢迎来到现场的我们的观察团的成员们，欢迎你们。Hello， 大家好，我是席梦桃。然后我这次来这里的目的就是想沉浸式的课堂。Hello， 大家好，我是魏亚勋。我这次来的目的是完全是想要沉浸式的观察。我要看片的时候不说话，你别怪我，因为我沉浸了。
我希望整个综艺都审计。大家都这样，姨母笑。Hello， 大家好，我是娜扎，我也是沉浸式的追剧。然后呢，其实我听很多人都说智者不入爱河，但是我认为只要你勇敢的话，其实爱情可以像奖励一样出现在你身边。所以我想通过这次看看有几个勇敢的人追求自己的爱情，然后得到和收获到美好的爱情吧。哎，说得好。说得好。哎，嗨，大家好，我是刘以豪。我也是来沉浸式的学习跟感受，就觉得他们那个是很青春洋溢的感觉，就来好好学习一下。嗯，都是好好的沉浸式的来学习啊。你刚才我们的 VCR 有说到有一个神奇的手册来推动他们，就是来帮助他们进一步的来了解彼此，然后遇见真心，是就会给他们一些提示，对，然后让他们在整个这个约会中要做到这一件事情。哦，对，他会有一个大的框架，在规定的时间要做什么事情，但是剧情里面他们最后的结局是一定要分开的，不会偷塞电话号码。哎，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对，两个人想在一起根本阻止不了啊。漏，我们的节目也做好了这个准备，就是呢，男女主角只能在节目里可以相见。他们在这个节目里的手机也是节目组提供给他们的，所以等于说他们只要不录节目是没有办法联系到对方的。啊，真的吗？啊。感觉是 OK 的，怕你们节目组看不住。各种方法，留各种资料。如果是一个实验的话，它就应该是这样。那如果他们俩联系了，你就没有办法做这个实验了吗？是的。对啊。而且我觉得就是因为不能联系，所以才会产生那个渴望再次见面，或是好奇他到底心里在想什么的那种压抑。只有这个过程才能有我们想见你，只想见你的这种感觉。就是彼此都心心念念，然后但是又没有办法联系，然后这种想念会成倍。是恋爱呢，还是每个人谈自己的恋爱，感受自己的感受，所以他们两个过程当中会发生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继续往下看好不好。我叫梁芷蓉，今年22岁。他有一点林依晨的感觉，可可爱爱的那种啊。刚刚大学毕业的我，和所有的女孩一样，喜欢逛街，爱听音乐。时而自信满满，憧憬着不可预知的未来。时而也会陷入深夜 emo。爱情对我来说，就是火星撞地球，只要感觉对了，一切就都对了。我叫陈凯洲，今年27岁。我是一名数学老师。如果我小时候有这样的数学老师，我的数学课一定很好。对啊，这老师多帅啊。我很喜欢运动跟健身。我不奢求未来，只想认真地走好脚下的路。九除了三还是三，爱情对于我来说就是有血仅有。虽然都在广州，却是无限接近，永不相交。直到这个夏天，两个人在冥冥之中擦肩而遇。
致未来的你。很认真在写。As long as stars are above you. 哦，女主出现。所以他们彼此不知道对方，看起来不知道。City of stars, 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me? City of stars, there's so much that I can't see.No, I felt it from the first embrace I shared with you. That now our dreams, they finally come true. You never shined so brightly.Hello, hello. Hello. 有点尴尬。哈哈哈哈哈！好尴尬。你在写什么？你在写什么？我坐过来吧。好。我还没写完。哦，那你写。没事，你坐过来了。你什么时候来的？你来的时候我在了吗？应该没在吧。哦。你什么时候到的？我还以为是大家一起见面的那种。我也是。不会只有我们两个吧？我也觉得我不知道。你先写吧。好。
先写完吧。我感觉他俩这个相遇和现在这个状态，就正常来讲，一看就是能好上的，就感觉蛮喜欢的哈。对，就一看就感觉两个人能好。要签名吗？要吧，我签。妈。那你叫什么？我叫陈凯州。哦，我叫子龙。子龙。哪个子？姓子吗？不是，我叫梁子荣。哦，子荣。嗯，你可以叫我子龙，比较好记。为什么？因为我的名字读快了，就是子龙，子荣。子龙，哦，写一个，好吧。那就，你是哪里人？我是广东的。哦，我也是。哦，广东哪里的？你是哪里的？潮汕的。我是湛江的。那你是在湛江的？哦，在广州读书，我刚毕业。广州？你也在广州？太巧了吧。广州。广州，如果你刚毕业的话，那应该零零九九，我毕业好几年了，九五，看不出来，谢谢，差不多，有点紧张。感觉很奇妙，跟我预习的恋综不太一样。写信的时候没有注意到旁边的人，写完的时候发现对面只有他，很神奇。对视第一眼的时候，我有点懵了。啊，我记得我来的时候他不在那，然后后面发现哎，有个女的就是看着我，然后还在。有点害羞在那里笑，我觉得啊，就是跟就是有点猝不及防，对。哇，好甜啊！我就隔着屏幕，我都被那火花吃到了。那感觉好真实啊！就是哎，是你那个瞬间是特别抓人的。他就是有很尴尬的那种氛围在，但是那种氛围就说明两个人其实是在。有一种互相喜欢的那种感觉，女孩可能稍微还主动一点，对，因为很多话题，你比如说你是哪人啊，你叫什么名字啊，那男的完全就说不了任何话，能看出来女孩挺喜欢的，就比较主动啊，一直在笑，然后跟她打招呼那个方式也是超甜的，嗯，如果是我的话，对方就是我不太喜欢的那种类型，我可能也不会那么热情了。刚看他们那个眼神的交流，就觉得。相信一见钟情之后，但还是需要日久生情，因为还是需要了解这个人的性格啊，他喜欢什么东西啊，然后两个人契不契合啊。哦，手册来了，哎，就是这个恋爱手册推动他们。谢谢。恋爱手册，就教我谈恋爱。遇见的第一天，他们相约去动物园。所以我们待会要去动物园，是吗？天哪！走吧。好。
一起走吧。嗯，我先放你先。嗯，你先投吧。走吧。他们两个站在一起就感觉嗯是一对儿，很搭。嗯。哇哦，好可爱！他们在接吻吗？嗨，他是只有一只哨兵吗？哦，可能会有很多，也会轮流，比如说。所以他们是这是轮岗是吗？是的，好可爱。走吧，安全距离。他会不会啄你？我有点怕这种尖嘴。怕尖嘴？你怕吗？我不怕。那你应该很害怕吧？我们走啊。嗨。那个水塔。哇。你要不给他一条喂呗？这是泥鳅。对。啊！哇，这好可爱，好可爱。我来吧。哦，好了好了，不行，抓起来，不能怂，不能怂。那就拿出来给他，因为他会动。这是要捉吗？对，手捉吗？哈哈。嗯，你别撞，你别撞。哇哈哈哈哈哈哈！我来我来我来。哇，不行不行，我行我行。你别。我行。不行。它不咬人，它不咬人。不行。好尴尬。哇，女生很勇敢。感觉干了一件大事儿，是不是？吓死了。那羊驼会喷口水。嘿嘿。吓唬你。对。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哇，下意识的保护。好绅士。哎，你有困惑的话，就请来这，我们一起进去。答案之书，那我们就是问问题的翻答案。怎么玩？那我先问吧。好，你问我帮你翻，好不好？好，好吧。我问你帮我翻。那，你对我是什么感觉？我帮你翻，我帮你我的心对你是什么感觉？别等了。你翻了个啥？一切皆有可能。哇！哦，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就是我们的未来的走向。女生特别的主动，对，从开始到现在都是。嗯，是。结果可能是意料之外的，我这个是有结果两个字。人呢？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突然这样。啊！我不敢，等一下。
都会有一个一直等你照顾。喂，请问现场有没有老师？现场有老师的话，请与我们联系。老师。老师。你是老师吗？啊。哦。Hello，Hello。哎，你好，请问你们是老师吗？他是。哦，是的，是这样子的。我们今天有一场动物讲解的活动，但是我们的动物讲解老师在路上迟到了，他们刚刚打电话给我说不能按时到，你能帮助我们吗？是要讲解。是的。啊，我们15分钟之后要给我们的游客，介绍我们动物园的动物家族，可以吗？可以。可以是吗？好。好了，谢谢你们。那我们现在先到这个后台，先换一下工作服，熟记一下。好，来吧，这边。好。那你等我。我等你。好。好难呀。我这么多15分钟是要考主持人证吗？哎，我想问一下，这个水塔跟海塔是不一样的。对。15分钟怎么可能记得住呢？180度转是这样转的。嗯。各位小朋友你们好，我是今天这里的动物讲解师，我是陈凯洲老师。好，同学们，我们看一下那这个动物呢，它为什么叫臭鼬？因为它在遇到天敌的时候呢，它就会尾巴就会翘得特别高，喷射一种非常臭的液体。它这个动物呢叫狐獴。那它这个动物它会吃什么？它会吃一些毒蛇呀、毒蝎子呀。然后你们觉得它吃这些东西会不会死翘翘呢？不会。不怕毒，对不对？非常胖。它呢，它具有一种抗毒性。你们有没有看过一部动画片啊？龙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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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看过吗？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呢，叫毛丝鼠。哇，他好了解哦，并且这么从容自信的感觉，他就是在这上班的。对，他就是动物讲解师。他在发光。对，是是是。哎，这个像什么呢？像什么？对，叫水豚。然后呢，它是我们世界上最大的啮齿类动物。哎，这个好玩了，这个你们应该都看过。没看过你们应该也在表情包里面看过，就是那个表情包那个啊。看到陈老师讲课的时候就是那种闪闪发光的，会觉得很崇拜他。哦，希望接下来我们可以一起去做更多的事情。你看他，你看他鼻子，你看他鼻子。哦，这么粗的鼻子。小心，你不是怕尖嘴动物吗？对对对对。我来吧。我可以了。能不能表现的柔弱一点点？不行。那我们要交换手的话呢，我们可以把手呢放在他的手上面啊。他咬我。是啊。好，我们不用怕。如果我要是没有现在的这个恋爱情况，我就报名参加这个。为啥？为啥？太好玩了，还有指南，一切帮你安排好了，也不会尴尬。对呀、啊，他们俩的距离在变近，从一开始看动物，然后通过那个讲完那个课，他们俩其实就贴上了，贴上也夸张了吧？
没有贴上有点过分，有点过分，但是就是挨得更近了。但这个女孩蛮开朗，蛮可爱的。对对对对，性格蛮好，徒手抓泥鳅，勇敢，活泼，是。而且女生知道男生怕尖嘴动物，她就刻意的想说：“我那我来帮你吧，或什么的。”就两个人有一点开始互相帮助的感觉。我也比较喜欢这个男生，他在工作的状态是让我可以看到他有智慧的一面，然后让我觉得他很聪明，然后很有思想，很有想法的一个人，我觉得就会很有魅力，就是在自己的领域里发光的那种感觉，很有自信的感觉。那如果是你们第一次选择去约会的话，你们会去哪个地方？吃吧，我肯定是我们就约饭那种。常规的不就是看电影院吗？好，万一在电影院里，你和他一起去看一个你非常喜欢的电影，他突然睡着了。好，那说明他真的累了，他应该好好休息了。他是真的很累，还要陪我看电影，真的很不容易。满满的求生欲。那你不会考虑到自己他对你没有兴趣吗？对啊，我要看电影，这个人睡着我会气死的。他顶多是对电影没兴趣，他不是对我没兴趣啊。是我有一部电影很喜欢，看了好多遍，然后是跟《天空之城》是一样的，差不多一样的那种很可惜的那种结局，很经典。B 结局。对。那你喜欢 B 美学吗 ？B 美学是什么？就是 Bad Ending。啊，对对对。呀。错的还蛮近，距离近了。我那部电影你应该能猜到，在一艘船上。泰坦尼克号。你也喜欢吗？其实我会比较喜欢 Happy Ending。对，因为我感觉就是 Bad Ending 会让我觉得我的情绪会不好。就是我个人也会喜欢那个。Happy Ending 啊，你看完那一刻你的心情是舒畅的，但是你可能会觉得就是它不能让你释怀，像天空之城啊，泰坦尼克号啊，你会虽然说你很难受看它，你也很想他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局，但是往往是这种结局才会更值得期待。对，就一直嫉妒，一直嫉妒，特别难受。哎，能看到这男的变化了，他已经主动了。哎，你是学什么专业的？金属材料。果然，这很广工。所以你的职业是老师？啊，你是什么老师？你觉得我像什么老师？真猜不到，我觉得很难猜。主科。主科。语数英。你应该啊，对。那你数学是不是很好？那肯定还。那肯定。我小时候很怕老师。对，但现在我很怕学生。你怕他们怎么样？怕他们不交作业不听课，我们也会照顾他们的心情。现在就是，他们不交作业不听课，哎呀，你为什么不交呢？你为什么不做呢？明天做好不好？对，就是这样。那你这次来就请假来？放暑假了。对。暑假出来谈了个恋爱。哎呀，啊，谢谢。偷看。月色下的他很可爱，他轻轻在他耳边说了一句悄悄话。哇！
这边好漂亮，好漂亮。但它十点钟没有关呢，我记得一般这种河啊、江啊两边十点钟就要关灯。说不定是为我们开的呢。哇，真的好漂亮。哇，这画面好美啊。那你就是喜欢什么类型的女生？喜欢什么类型？喜欢阳光的。阳光的。好简单。没了，其实阳光其实是其中一个吧。然后我觉得三观还有性格也蛮重要的。这真的太多，没事，不管了。我脱衣服给你。你干嘛讲出来呀？嗯，还行，觉得。谢谢。哇，贴心！哇，好绅士啊！这个细节非常加分，加分，超加分的。今天的相处下来，我也觉得你挺会照顾身边的人的，就很多细节，因为我是个细节怪。你走，要不你走这里。没事，太窄了。没事儿。月色下的他很可爱，他轻轻在他耳边说了一句悄悄话。哦，我觉得你的眼睛很好看。啊！好甜。嗯，好甜，好甜。害羞，女生刚害羞了一下，眼睛不敢对视了。因为我一开始理想型的话就是眼睛比较好看，笑起来牙齿很整齐的男生，然后刚好陈老师也是这样的人。我今天一直有在想找机会跟他说这件事情，没想到他先跟我说了。那你在没见我之前有想象过我的样子吗？其实昨天有在正式在见你之前，我有画了一些卡通，那有一幅就是穿你这个衣服的，有机会给你看一下。我这几年都在想，哎，到底是长什么样呢？对。第一感觉会是直发中分。哇，真的是这个样子哎，缘分啊。越来越甜了，有点渐入佳境了。对对对，开始走在一起了。对，其实这个剧情还是蛮好的，因为这样的话呢，男生
不知道说女生到底是拿的是什么，是，然后其实这个也可以推动他们两个的情感发展。嗯，反正我觉得他这几个细节做得非常到位，因为我觉得跟一个人相处细节决定成败。嗯，就是他一些不经意间的一些小动作，就比如说夜景下坐到那里然后给他脱外套那一刻，我是觉得还挺好看的那个画面，然后两个人挺有 CP 感的。动物园的过程也是一直在保护他，像刚才他一起来帮他扶那个上面，担心他撞到。嗯，当然我不会遇到中文。哎，我会遇到，是不是我会遇到？没有，因为我个子高嘛。那这个时候我这样一起来，有人帮我挡着，我就觉得有眼力劲儿。那种男友力就出来了哈。是，就是有一些人是没有眼力劲儿的。我以前遇到过这种，你没事儿吧？我没事啊，你怎么了？没怎么。那你现在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怎么了？然后就会吵架，就会这样。其实这个时候女生的潜台词就是，我有没有事你难道还不知道吗？对，其实这个男的他都问你了你有没有事，他就知道你其实是有事的，他还故意问你。我觉得这个男人他来问你有没有事，我觉得就是情商不高的一个问题。我走。那你走吧。但是我要真走要的话，那这种人根本就不需要再去接触了，他根本就不知道珍惜你，也不知道尊重你啊。他有可能去给你买单了。他去买东西而已。他如果说他走掉之后突然过来，就是拎着好多礼物然后买完单，你本来是特别气，然后立马就还算识趣。你好棒哦。又学到了。我是属于那种默默观察型的，就我嘴上不会说，但我最后为什么能跟你在一起，还是因为我在这个长线里给你做了一个评估。隐形表格看不见的。我指的意思是说，我主要看一件事很小的细节，我看你做多长时间。但是呢太油头也不行，因为咱都知道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老师，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感觉到他好细心啊，但其实是别人教出来的，就是不是自己教出来的吧，我也不是那么爽啊。别人给你教好了送到你这儿难道不 OK 吗？我喜欢就是说根儿就是我扎的，就是扎好的。他喜欢培养新手。那如果他走了怎么办？他给别人就是服务去了。哎，你要拿捏拿捏。对，拿捏点儿。怎么拿捏呢？那个尺度怎么把握呢？就是像老师一样，我是教你了很多，但你最缺的那个有的时候可能我没教你啊。什么是最缺的东西你没教他？例如你需要这个水，我可以天天给你水，但是这个水是我自己，只有我有这个本事给你的。哦，就是他很依赖于你。对，他想离开你的那一天他得算算账。哎呀，这个点我确实是离不开他呀。哇，学到了。假的呀。学习了学习了。Yeah. Very good. 啊，好开心。期待与你没有了。我觉得又是早起的一天，又是未知的一天。很忐忑的感觉。昨天跟他玩了一天，所以今天见到他应该会亲切一点。起码是认识了，已经没有第一天的恐惧。不知道他是怎样的心情。这是长沙的世界之窗。哎，可以借我玩一下吗？你眼镜可以借我吗？谢谢。感觉第二天更可爱了。会吃它吧。
你怎么在这里？完吗？比我先到了吗？我找到很久了。哎，你这蓝色，对啊，真好看。那么巧。没事。好，拿一个吧。谢谢。你有来过这里吗？没来过哎。这是什么泡泡？哇！你好，可以教我们吗？可以啊，来，可以拿这个，这些都可以玩的，拿着可以直接就可以转，你们可以自己拿着可以试着转转圈。转圈。我们合着中间没有空气。是吗？三二一。哦，再来两次。三二一。为什么？最后一次不行。啊、哦。三二一。哇！三二一 ，Go！ 哇！哇！哇！这画面好美啊！哇！没到我眼里，粉红泡泡在他们的眼里是浪漫泡泡，其实。你们两个都可以站在里面，你们两个都站在里面。这怎么站呀？对，你们两个都站在里面，或者背靠背，或者面对面，背靠背、面对面都行。男生转过去啊！不知道该怎么办。但很害羞。好，背靠背啊，靠紧一点可以。左放下去。因为那个缺就那么小，所以你的背就只能贴着，心跳加速吧。心跳加速，心动，一下浪漫了，感觉立刻掉入偶像剧。嗯，一般我看你们的剧都是这样的，就走那一刻怦然心动的感觉。十下，哇！哎呀，你昨天的照片有没有删掉？没删。我看一下，你给我看一下，浅看一下。是什么？啊，应该是用我的手机拍吧？这不好看吗？很好看。我觉得我们可以加个微信，要不要？昨天其实有点想加了。是吗？我一下子有点没反应过来啊，因为我一直在找理由，你知道吗？我应该在什么节点、什么时候去说跟你加个微信呢？所以当他去说出加微信的时候，我感觉这件事情解决了，我就释然了。我觉得这是一大步，加微信是一大步。我觉得认识了一天没有加微信，我想你。子龙，哦，你不是纸？
草字头的吗？嗯，对，老师记性真好。硬夸。你要想玩的吗？你呢？我。是我的吗？那应该是我的。我吗？悄悄离开，亲手制作棉花糖给甜甜的他。哇、我跟他说一声。我直接去吧，我快去快回，我快去快回，很快很快，走。你好，可以跟你学习一下吗？可以啊。哎，这有大一点的签子。好。对，在你放糖的时候，你先拿着签子。它是在这边卷啊，然后这个糖直接往这中间倒。好。我想做几个颜色。想做一个比较特别的、与众不同的去给它。哦，有一点点丑。陈老师去干嘛了呢？你可以给他发个信息啊。手机，俩手机都在桌上。哦，没拿走，没拿走。陈老师的手机也没带，我去找一下他吧。不能走。对啊，完了，完美错过啊，不会。不会吧？不会吧？陈老师去干嘛了？让我自己一个人待在那儿。他融了，他融了，他融了。你天太热了。对，太热了。怎么办呀？不好看了。不行啊，我就做那个给他吧。啊，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我就一边走一边贴。啊啊！人呢？人呢？哇！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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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错过了，天哪！完美错过了。他去哪了？他去哪？他去。完全没有想到他不在，因为我满脑子都是谢谢你，就是我已经想好他会怎么说，就我满脑子都是这种画面的已经。突然间就找不到他，第一次有这么慌的感觉，很慌。他做一个就好了，太想完美了，太想做好了，对，精益求精那种。在哪？在这吗？我怎么走到这里来了？快出来，快出来，他在里面，快出来。找到吗？
全融了。天哪，剩个棍儿了！真的，已经完全没有糖了。太帅了，这个。我要不再去做一个吧？你再做一个。哎。哎呦，天气很热，很容易就融掉了，又想把它做好，但是又需要在很快的时间内把它完成，挺不起来，两者兼顾不到，然后我其实蛮着急的。又化了啊，走吧。啊，贴纸没了，贴纸没了。好晒，我去躲一下太阳吧。靠一下，好累呀。这个没带手机的人也不知道去哪儿了，联系又联系不上。你去哪了？你去哪了？ I see you when you're down。太偶像剧了，直接出现。对啊，特别的一下就浪漫了。去哪了？就在哪这边。你去哪里了？你又没带手机，我联系不到你。挂了。天哪！叹气吧。谢谢。我不想让你吃，那我等一下再做个新的。没关系。好吧。在哪里做的？在那边。哇，终于吃上了，是不是彩色的？他觉得没给到我惊喜，会有点小遗憾吧。但是我觉得没关系，已经感受到他的心意了。拍一个，拍一个，拍一个最后的样子。你喜欢吃棉花糖吗？喜欢。对吗？下次我看到我就会做了。嗯。嗯。你看这种唯美的多好。嘿嘿。其实我刚刚在找人的时候，棉花糖。我是第一次有点着急。着急。是。我刚刚找你的时候也很着急。你去找我了？走了很久。是吗？是。我感觉你就自己跑去玩了。哈，你这样说，这么说我，我怎么会这样的人呢？我怎么会这样子的人呢？你居然这么说我。哇，还是很甜的。我觉得他们这个游乐园，这个就是感觉会比之前那个动物园更加亲密，更加熟悉，更自然，很真实。他们两个现在就是很有感觉，然后很有那种小情侣的模样了。嗯，特别是刚才那个你去哪儿了，然后正好一回头，对，就那个时候就一下浪漫了感觉啊。然后也算事上见了吧。而且我觉得他们两个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两个的态度我觉得都很好。嗯，男生也没有很着急，然后女生也没有责怪男生。嗯，那女生她的那个回馈感很好，很好。她就是拿那个融化了的棉花糖给她，然后再吃一口。对，很给面子的吃了一口。她说没关系没关系，我可以。就是我就觉得那个女生很大方得体。嗯，如果海涛让你等那么久，你会怎么样？骂骂咧咧，骂骂咧咧，去哪了？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手机为什么不带？我不需要吃棉花糖。那个芷蓉，然后问陈老师要微信的时候，就是女生特别的主动，嗯，然后男生其实是一直想要，但是不好意思。那如果是你们的话，就是在生活中遇到自己喜欢的人，你们会很主动的去要他们的微信吗？不会，不敢。不但会了，
你会，应该是别人问你要多吧？这个肯定是的。就是我没有太多这样的机会，但是如果我要遇到，就是这个人我真的对他很有好感，然后但是我也要接受他的信号，就是我也能感受到他好像不反感我的话，我一定会问他要，不能错过啊。但是因为你想一下，如果在大马路上遇见一个人，然后你心动了，此时此刻你一见钟情了，一见钟情就是不行了，那怎么办呢？桃儿，你跟那个勋演一下好不好？就比如说你们在大马路上，然后两个人碰到，你跟我要，我跟你要啊？那肯定得你要，这回就让你练你勇敢。行了。喂喂，哎，哎。喂喂，哎。我把一个特别美的美女碰上了，稍微等一下啊。没事吧，宝贝儿？啊，不是宝贝儿，没事儿。加个微信吧。我自己碰到你的东西掉了，你还给我一下？腿腿腿就给你创废了，多少钱？说。加微信，我给你赔，多少钱？多少钱？怎么办呢？这包，包，手机呢？手机拿来，我加你微信。姐，你跟我想象桥段不一样。那嘉和以豪要不要试一下？我觉得你们俩来一个偶像剧式的要微信。那我问他要吧。发现你形象不错，哎，我是一个模特公司的，可以加下你微信吗？到时候有什么活动的话，我可以叫你过来，可以赚外快的。啊，行，我正好去缺钱了。嗯，好的，就这样啊。哎，我觉得这招很高，这招很好啊。这招就是抓到了对方的需要，就是没有办法拒绝。但是娜扎要呢，它就是有一种很好看的一种感觉，但是如果别人可能会有一种行骗的感觉。学到了，就是要知道对方需要什么，而不是单纯的说我想要加你微信或者怎样。今天我们这个美好的故事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那因为两个毫不相干的人，因为我们这个限定手册的关系，让缘分妙不可言，所以想知道他们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我们下一集不见不散，拜拜，拜拜，拜拜。第三次约会了 ，Hello，Hello， 我们脸红，心跳加速的感觉，哒哒哒哒哒哒，好甜啊！完了，眼里面都是星星。他恋爱了，年纪差的有点远的话，很害怕他是只停留在新鲜跟好玩。你不要把我当小孩，不要去否认我的选择。双向的一个选择吗？我觉得他不会来。小老师，再见。他走了？就这样吗？真的没好吗？为什么不珍惜一下呢？
娱乐